Hello 啊，宝宝们，这两天的我呢，感觉有点失落，咋回事嘞？因为我看了很多个小伙伴给我的留图，是这样的，这样的跟这样的。看完这些图，我瞬间就觉得，我快不行了啦。先来一口最近很火的水果茶压压惊。你说我好不容易才找到了一点点自信心，立住了半个裁缝的人设，就这样坍塌了吗？好在呢，我今天又突然翻到了很久以前的一条排队留言，哎，就是那个凹凸世界的那个 Kelly。参考一下，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视频，一定要关注起来，多评论多留图，不然真的很容易被覆盖。说实话，这个凹凸世界我真的没有看过，但是我上网搜了一下，瞬间就被这个Kelly 给吸引了。哎呀，别生气呀、啊。贝小姐只是想和你打个招呼嘛。这个女孩有点傲娇，对女孩子这点耐心都没有，你肯定要单身一辈子。还很犀利，与其告诉我别人在背后怎么说我，我倒很想听一听你替我说了什么。这么看还很腹黑，所以你就要做凯莉的衣服吗？不是啦，重点是凯莉她还是个天蝎座。好巧不巧，我也是天蝎座，但是我感觉吧，我跟凯莉完全是相反的。虽然我也是天蝎座，但是我从小就是那种很安静、很害羞、很听爸爸妈妈话，还没有过青春叛逆期的小孩。我早已经过了青春的阶段，但是在我的内心深处，一直渴望叛逆一次。就这么定了，今天我们做凯莉。准备好变身了吗？Why you coming at me with the attitude, huh? Slapping on my ego, now I'm mad at you.